流难的心地，我知影十五王上重要的是精神。也不过，这徐家人是讲，大少，等一下，我来讲完。你爱了解，我对你真情真意，可有有？但我来讲完的，卡叔公，你那是嘞？徐家人潘婶，你想死啦？潘婶，潘婶啊，听听我讲起来好不好？五分钟就好，但是你有搞会拍死，五分钟收工，我你三十秒，好好好，好，多谢你。是我，我乖乖乖照顾你，乖保护你，是是我无多想想这个囡仔，但为什么你不顾你变？你敢不知我对你的用心？是我，是啊，是我，我拜托你做完再走。你慢点唱歌，你敢知影我叫陈丹心的啦？我叫我最爱的。我跟你讲，丹心，下昏头我还无咧，我加一个月。歹势，歹势啦！真的太坏了。原来呀，你就是迄个无情无义的，会这么拖累公司事业。我知影，原来你就是迄个龙龙心狗血的水瓶座公。你是爱情过分，哈！你一点仔都无想爱查甫人。你把你死，从今以后我咧跟你讲话咧。咱俩当鬼家，我带你倒转来去。喂，水瓶，你别水瓶，我拜托你，你给我做回来啦。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做，你放点水瓶，水瓶。我是我的人，连囡仔都无买，我无可能。